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快乐歌童。干什么呢你？心情不好。失恋了？你才失恋了呢。不是，这来这么多朋友，这么开心，你干嘛呢？绷着个脸。你知道吗？啊，今天录节目之前，我接到一个电话，当时我的心情就直落谷底。那是啊，这我理解，我理解。其实啊，今天杨瑞接了一个电话，这个事情呢，他是这样的。喂，喂，喂，您好，这里是沟通无限，我是杨瑞啊。你就是电视台的？哎呦，这是新疆的。哎，您好，这个您是？我想问一问，你们那个节目很好看？哎，这个节目是很好看，收视率很高。我记得里边有一个超人。哎呦，那就是我呀，我就是杨超人呐、啊！我那个裤子穿在外边。不是，那导演的安排，内裤外穿的叫。啊，内裤外穿。说实话、哎、啊，这个节目我们都很喜欢看。哎、谢谢谢谢。但是我今天是我的小孙子要给你打的。哟，您的小孙子呀，快来接电话、啊，小朋友最喜欢了。喂。喂，你好，那个你就是那个杨超人呐、啊？是的，是的，穿内裤穿到外边好烦人。哎，我告诉你啊，我们全班的同学对你们都有意见，老是打一个儿童不宜，不要模仿。当然不能模仿，你搞一点我们喜欢的好不好？那你们喜欢什么呢？我们喜欢吃。吃？喜欢吃什么呀？这我最喜欢吃面。喜欢吃面食，对，应该找一些我们喜欢的东西吧。那没问题，杨瑞叔叔呢？我们节目里面就给你们。哎，你说了算不算？问问你。我说了算。一定算的。我说了真的算。啊，好，再见。好，让。哎，事情就是这样的，你说说啊，主持了这么多期节目，小朋友把我这可以说是呵斥了一顿。哎，不，我觉得你应该理解，是吧？因为什么？因为小朋友啊，他有小朋友的想法。对，因为作为我们沟通无限的，我们要照顾到各个年龄的观众。那这样吧，朋友们，你们给我鼓鼓掌，我心情就能好起来。大家好，欢迎收看沟通无限，我是杨瑞。哦，杨超人。哦，哎，柱哥。哎，我今天发现啊，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们俩说了半天，我们的粉丝哪儿去了？他们呢，受我的这个指派呀、啊。啊，观众朋友们想吃面，对不对？对、啊、马上我拿令牌给他们了，我说你们俩去给我找最好的我们的做面做好的高手。是吧？哎，能把面做好的。他们呢，正在寻找中，你看就在那儿呢。
你们出去找的是我们的面界的高人，是啊，那这两位，哎，这两位呢就是我们历经千辛万苦、哦、忍饥挨饿、嗯、终于找到的两位面王，大家来到这儿吧，面王，哎，而且呢我们的两个面王呢还有非常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是来自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陕西。哟，陕西的呀，陕西的面，用咱们陕西话跟大家打个招呼，打个招呼、哎，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两位老师，说到现在，杨瑞，哎，想不想知道我们老师的尊姓大名啊？他们叫什么？来做个自我介绍。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张兴明。张兴明，张，我叫于鹏。哦，今天呢，我们两位老师到现场呢、嗯，我们先不急着展示他们的这个精彩表演，我们呢要先来玩一个小小的游戏。有。哎，我看到了啊、嗯、这个娜娜和佳佳呀、啊、啊、哦、给我们出了一些题，哎啊，主要是你们两位，这个题呢是一些话啊、哦、对，看，哎哎，让他们用本地话来念一下。聊咋了？聊咋了？聊咋了是什么意思呢？好得很，好得很，好得很。那看一下我们第二个呢、哎、是怎样。第二个，来，二个，哎，普通话是这样读的啊。 来这位同学用普通话来读一下这三个字。来用普通话，预备，开始，是您。没麻达，没麻达。哎，这个我们先请张老师用什么话念一下、哎、有点意思、啊、对，来，抹麻达，抹麻达。那解释一下，解释一下什么意思，什么叫抹麻达。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哎，接下来呢，我想呢，我们既然到我们这个现场来，我们现场还有这么多男士哈，对呀，我们教大家一些特别这个有人情味的话，行不行？经常我们会对我们媳妇儿、对你亲密的爱人说什么？杨瑞经常会对亲密的爱人说什么？我爱你。哎呀，要的就是这句话。不是，我理解就是我饿了我才爱你。哎，那么两位师傅啊、你们平时在家里面对你们媳妇儿常说的是不是这句话？对、啊、不是。哎呀，那应该怎么说呢？咋说的？我们媳妇说成婆娘，婆娘，婆娘。那如果说我爱老婆啊，用这个陕西话该怎么说？我爱老婆娘，我爱婆娘。来，佳佳，我觉得这样啊，今天我们今天晚上坐在电视机旁，也有很多观众。对，我们不如您观众现在，男士就对你旁边的这位亲密爱人说一声，一起来说，来，咱让这个叔叔跟这个阿姨说。
用来展示你，来来来来来，皇上，有请叔叔阿姨来，来来来，我爱你，婆娘，我爱你，婆娘。哎，那反过来说，就是说，女的跟女的纵老公说我爱你，老公怎么说呢？老汉，我爱你。哦，就是老汉。等一下，老汉。阿姨说呀，阿姨你来说。来，老汉，我爱你啊，预备。别傻。还不好意思呢。你看看你怎么这样呢？老汉，我爱你。老汉。预备。老汉。我爱你。好，哦，好，谢谢，感谢两位，谢谢两位叔叔，哎，谢谢谢谢，祝你们健康长寿。对，谢谢。刚才我们这个方言也学了，不管是我爱你婆娘，还是老汉我爱你，那大伙都希望大家的生活能够快乐，对不对？表达的幸福。我们今天请到的可是面王啊，面王，对呀，我们这个面是。一口一口的吃，啊，我们的活呢也要一个一个的演。来，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先请我们的这个张新民老师，哎，为我们做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让于鹏老师稍微休息一下，来，谢谢，谢谢。张老师最绝的活呢，是他把这个面呀，啊，能削得非常非常的薄。那我问你，哎，他能薄到什么程度？薄到什么程度？嘿嘿，朱老师，你见过柳叶吗？柳叶都见过。对呀，啊，哎，它就能和柳叶一样薄，甚至比柳叶还薄。哎，杨瑞，啊，我觉得，哎，杨瑞，我觉得他有点吹了。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我来肯定。杨瑞啊，我们都知道，女孩子像我这种眉毛叫什么眉？叫扫帚眉。哎，像我这种眉毛，我不是自夸，柳标准的柳叶眉。对，一会儿咱们削好这个柳叶之后，就可以比一下。绿色的面，那肯定就是菠菜面嘛。菠菜汁啊。张老师，张新民老师呢，正在削的是绿豆面，而且呢，削成的是柳叶状。菠菜面，啊，菠菜面。怎么样，朱老师，你信不信？好。哎呀，确实是。哎，已经可以了。漂亮了，来来来，我们看一看。咱们看一下，这个是柳叶啊，来，这个是柳叶啊，哎，真的比我的眉毛还要细，我觉得。哎，大家看到了，这就是真正的对比。好，比柳叶还要窄。现在呢，这个张老师啊，要把这个柳叶呢，一点一点柳叶面啊，一点一点的放到这个水里，它马上就会飘上来。待会儿呢，可以让大家看一下，非常漂亮。来，大家看，哎，看我手上啊，下边是柳叶。上面是什么？柳叶面。但是不注意看，像不像刚发芽的柳树？像柳树。朱哥，那个说话怎么说的？说这个面条没有柳叶宽，柳叶没有面条长。哎，柳叶绑在柳面上。好，来，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啊，因为这个柳叶之所以能飘起来呢，就证明它非常非常的薄。来来来来来来，很薄而且要很轻，对吧？对。叹为观止啊！台下真是惊呼声。看一下，面吃过，可没吃过这么薄的面。发出一声惊。对。咦，这个丫头说了一句话，我爱听。咦，她真薄嘞。好。哎。那当然了，这个能削出如此薄的面，咱们多点掌声鼓励一下张新民老师。哎，来了。哎，杨瑞啊，据我所知。我不知道我这个该不该当着广大的这个电视观众告你这个小秘密。有话直说。据我所知，你先前好像不是干主持的吧？我之前的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我曾经这个拿着不是麦克风啊，我拿的是一把大勺子。哦，杨瑞以前做过厨师。哎，我做过真正的专业厨师，专业大厨。你的刀工应该是很好吧？刀工也就是一般吧，全国第三啊。哎，杨瑞，既然是这样，我跟我们佳佳就要为难你一下啊。怎么为难？你既然好歹学过厨师，我们知道切菜你得会吧？切菜当然会。这样怎么样？我们这个面条你削的难度太大，我们给你简单的啊，白萝卜。就是你来削白萝卜，白萝卜是吧？对呀，对，我们这个张老师来削面。No problem。看你们俩这个谁的速度快怎么样 ？No problem。因为我们张老师可是面中的这个刘翔。对，而且我们还要看一看，一个是速度，还有一个厚薄。关键是最后看谁的手还在。
对，切完最后没有手了啊。我们为了来证明这个速度，让大家更好的能看这个节目呢，我们来个计时，好不好？好，好，来30秒钟，何鲁。快速刀削面全国记录是一分钟120，我可以达到160。害怕了吧？就是160片是吧？啊，来杨瑞，我的厨师朋友们，掌声鼓励一下杨瑞。来，别，等会儿，预备，开始。哇，加油！哇，杨瑞这真是萝卜片子乱飞呀。甜心萝卜，大脆大脆。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倒计时，十。OK， 好。哎呀，这已经没办法数了。真是的，很快，但是我还是比较清晰的记下来了。哎，而且你看，哎，杨瑞，这就是你的结果吗？你真为我们的厨师长，我削不过他，我咬。杨瑞，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起数。那其实呢，虽然这个张老师刀很快，我还是在拼命的慢慢一直在记着数。那最终呢，我数了30秒呢，是削了82片。那一分钟可以是多少？一分钟164片。我这个我也数了，我也带二，我是22片，掌声鼓励一下。虽败犹荣。那我觉得有一个疑问哈，就是因为之前呢确实从事过烹饪行业，然后我觉得做这行业真的不好做。对，那我问一下这个师傅，你干这行有多少年头了？16年。咱们看了半天刀削面，杨瑞，哎，考你个问题，请讲。刀削面的来历你知道吗？为什么叫刀削面？用刀去削，不然的话它不叫刀削面。但是我们知道，它这个刀可非同寻常啊，月牙刀。您为什么不用这刀削啊？对不对？对呀、啊。他为什么用这个呢？肯定有故事吧。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们张老师给我们说说。哎，请张老师给我们讲一下。大家好，我先告诉大家，刀削面产生于元朝，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在元朝建立之初，当局为了防止民众造反，将家家户户的金属器具全部没收，并规定10户共用厨刀一把。一天，一位老婆婆烧开锅煮好面。等着用刀怎么也没有留到他，于是他便去取，结果也没取回来。在回家的路上，他意外地捡到一块薄铁皮切面不好切，于是只好削，结果削出来的面煮熟以后比切的面还好吃，于是就有了刀削面。哦，原来是这样的。刀削面的来历是这样的、哦、其实我们都知道啊、科学要发展全靠一个懒。哎，那怎么懒呢？这个老太太根本就不是这个张老师说的那样，她明明就是懒得动刀，于是捡了块铁皮在那削啊。而且呢，我们这个张老师啊，他平时呢在削面的时候还有一个癖好。什么癖好呢？就是喜欢一边削着面一边朗诵诗，他觉得很有意境，还是个文人嘞、这样子啊、我们让这个张老师呢现在给我们表演一下，好吧？好，一边削着面一边朗诵诗，而且呢、是用这个咱们陕西话朗诵。哦，用陕西话，用陕西话呀、来，我们的键盘给点温柔的音乐、背景音乐，哎，来，他自己创造的诗啊。有一首诗是这样描写刀削面的过程，就是一野萝卜一野瓢，一野瓢啊，一野梨瘦忧锄倒，哦，盈余挑水反白狼，六野随风瞎书少，就是描写刀削面整个过程。谢谢。哎，我想呢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让大家呀都这个运动运动，好不好？我们这个张老师呢还有一句，哎呀，张老师的绝活实在是太多了。哎，还有什么呀？那今天呢我们在台下呢，我们先找两位朋友上来啊。我们要玩一个什么小互动游戏呢？就是张老师可以搁着两个人，把这个面呀成抛物线的形状，从他们的头上抛过去，哎，然后抛过去，对，我落在这边的锅里。精彩的抛面游戏开始喽！刘师傅削的面能顺利的从两人头顶飞过，还准确的落入锅中吗？眼见为实，一起来看吧。你站一条线，上面成一条线，不能啊！你们俩站成一条线，你看着他后脑勺，你看着他的后脑勺，哦，对，看不着。好，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来自陕西的我们的张新民老师。
这个要撑一天，上面刀削面、哦、对，还要穿过两位姑娘头上的这个圆圈啊，刀削面将如何成抛物线的形状？啊、从圈儿走，哇、哦、哇、哦哦哦哦哦，佳佳、哎，我们刘翔跑步的时候那叫110米跨栏，对，我们的面条最后也在110米跨栏呢，好不好看？难度很大，很大是。嗯，哇哇，马有失蹄，人有失手，姑娘你就忍着吧。哎，掌声响起来。哦，杨瑞啊，这样子、嗯、张老师呢刚才也累了，我们让张老师先下去给咱们煮碗面，也让咱们对呀、啊、好，那我们再次谢谢张老师。好好、哦、谢谢，也再次谢谢大家啊，谢谢张老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这位老师啊，他可是玩这个锅碗瓢勺、玩这个筐子、玩的特别专业。他叫什么呀？对呀，他叫康师傅。康师傅，有请康师傅。啊，哎呀，太漂亮了，好帅啊！康师傅登场。厨房里的功夫不仅体现在厨艺哦，这位康师傅将会带来完全不同的厨房绝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康师傅为什么叫康师傅？我觉得这名字很奇怪啊。方便面吗？喜欢吃面吗？不是。为什么呢？康师傅进了大陆以后啊，完了我穿这身行头演出的时候，偶尔朋友们就说，哎呀，你跟康师傅的方便面挺像的，后来就起了这个外号。但是我跟你说实话、哦、那个康师傅长得比你好看多了。哎，那康师傅，那您既然今天来到我们的沟通无限现场啊，而且我刚才光看您这身行头，就是我们这儿来过很多奇人异事。柱哥、啊、你见过穿成这种蕾丝花边做这种演出服的吗？哎，什么叫蕾丝花边？这种面料，这明显是镂空嘛。对呀。我想问一下康师傅啊，来到我们这里之后呢，今天要表演什么样的一些绝活绝技？我就是把那个生活中的锅啊、碗啊、瓢啊、盆啊，以艺术夸张的手法展现在各位面前。哦，那就是锅碗瓢勺、锅碗瓢盆交响曲，绝对不是我们特地做的，而是说生活中用来煮饭的锅和碗。对 对, 对。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好，一起来看，来掌声欢迎。摇摇欲坠，对呀。
争分夺秒啊！呀，大家我好紧张呀！摄像机，我们俩都穿成这样，真不容易呀！对，吓人的啊！什么叫紧张？什么叫马上脑门子都出汗了？这就是了啊！紧张，我都听着紧张哎！好，我的心脏都要间歇了。哎呀！现在我们这边还差一个啊！来来来，康师傅不行了，康师傅快点啊！没有，这边还有一个。哎呀，这个好，掌声鼓励一下，哈利路亚，全场尖叫起来，一二三，康师傅啊，对，虽然是手忙脚乱，对，但是他是有哎有条不稳，有条不稳。哎、你看这汗，康师傅非常累、哦，来，你就别嫌弃我，给您擦擦汗。您刚才一共是转了12个这个盘子，对，在高空中，您最多有挑战自己多少个？20几个吧，20多个。今天呢，主要是场地有限，哎、场地有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你来得及吗？20多个？不是这个盘子啊，有讲究的啊。嗯，如果这个盘子底稍微大一点的话，它的就转速就在30秒到40秒之间。这个如果它的底越小，它的转速越时间越长。越长。你如果在一个点转的话，它可以转好久好久不掉下来。但这个后面是光滑的，它就。对，它没。那也就是说，如果盘子后面是一个点的话，我轻轻一助力，它可以一直转。它就很一直在转。刚才我们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康师傅是完全是一种自由发挥，自己在转哈。咱们下约束，咱们出点难题规定。朱哥你来，你是最有经验。对了，我觉得什么？刚才我们观众提出来了，他转的这么好，而且照顾这么多，对，我们来一个什么？来一个真心话大考验。对了，我们来提问的问题好不好？30秒。而且呢，我们是在30秒内来问一下很多问题，好不好？把它转起来，好吧？预备。开始。第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谈的恋爱？89年。89年那时候你多大？19岁。19岁谈恋爱。早恋。高师傅，女朋友长得漂不漂亮？漂亮。好，请问一下，平时你们家吃饭用的是不是也这种盘子？不是。用的是什么？用的是碗。你吃饭的时候用手还是用筷子？用筷子。高师傅，再问一下，那我们现在场上有几个主持人？4个。几个男孩，几个女孩？2男2女。谁长得最漂亮？你。看来呀，这几十秒啊，根本难不住他。对，谢谢。是一个简单的，看他的反应能力如何。好了，康师傅，您先歇歇。练杂技的人就是用小脑的，用小脑，特别快。好了，刚才呀，我们这个祝哥出的这道题还真是有难度。那么康师傅，你平时挑战自我的时候，你最多可以让这个盘子。它一直在转的话，最多能转多长时间？对呀、转通，转通。什么叫转通？透气。把它打透。把盘子等转穿了。那要很长时间了。再一次感谢我们身怀绝学来自江苏的康师傅。谢谢。那刚才呢，我们看到来自江苏的康师傅带来的是转盘子以及我们的刀叉饼苹果，对呀，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一开场的时候，我们娜佳姐妹花历经千辛万苦是找到了2位师傅。那接下来就是有请的另外一位，还有一位就是于鹏，有请。于鹏长得好帅啊！其实我们于老师，当我们娜佳姐妹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只像一个人。于老师自报家门，说自己长得像田亮，谢谢田亮，谢谢，还真是有点像啊，是吧？你们知道没有？我希望我们现场的朋友，你们关键是要注意他的嘴，来笑一个，很像。于鹏老师到我们现场来给大家带的这个第一个精彩表演的这个说是什么呢？你告诉大家，
蒙眼拉龙须。蒙眼拉龙须。蒙眼拉龙须。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来，一起来看。龙须面细如发丝，对拉面者的技术要求非常的高。今天于师傅将蒙起双眼拉出龙须面，精彩展示马上送到。我悄悄地蒙上雨棚的眼睛，再宽一点，让你猜猜面在哪里。就是我觉得蒙眼睛啊，不如把眼睛取出来。对，从粗的拉成细的。来这边，这边我看一下。最后扔到锅里去。哇，哎，佳佳呀，哎，那我们既然要蒙眼拉面，完全靠手感呢。是啊，非常讨厌他的手感啊。说实话，我以前虽然没有做过面二，就是说面食厨师，但是呢，我知道，如果蒙上眼睛之后呢，人会很茫然，真的。对啊。尤其是拉面啊，大家这个仔细看啊，的感觉，我们这个于鹏老师这个抻面的动作很帅啊，相当的帅。哎，他这个抻面好像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啊。是啊。哎，他走的方式一样啊，不一样。这个抻面有没有什么典故啊？你这个抻面，我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面呢更特有特殊的地方。咱们生活中吃的很多拉面呢，用的有拉面剂，这个用的就是盐和碱，最古老的做法。盐和碱呢和成这水之后来拉拉面呢，弹性好，这个面有韧性，更加筋道，口感好，但拉起来就有难度了。于老师啊，那您这个抻面这个有没有什么一个名词一个动作呀？凤凰三点头。凤凰来，凤凰三点头。凤凰三点头。对，哎，我发现了，你们注意这个，注意于老师这个头啊，他在拉的时候，一二三，对对，来，咱数着啊，再拉我们一下，一二三，哦。哦，啊，这么细啊！好细啊！再继续还可以再细吗？对，现在已经拉了11扣了。哦，11扣了，就是还可以继续。哇，真的像龙须一样，能够拉到12扣以上的人非常少，马上就要进入非常关键的一扣。哇！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让我们往前面走一走，哎。像水帘一样，哎，对，哇！我们看一下，这就是刚才拉出来的我们很细的面。当然了，它马上可以细到被火机点燃，信不信？来，我们现场试一下。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灯光暗一点，灯光暗一点。你就像那冬天里的。熊熊火，哎，等等等，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吹，好，我感觉它细的可以穿针，对，真的吗？可以穿，当然，我们来试试，来来来来，啊，随便拿一个就可以，随便拿。这个穿针这怎么拿？哦，得横穿针，这是女孩子的活吧？来来，我们俩来穿，娜娜啊，来我们，哎，拿一个啊，让我们的摄像老师给一个特写啊。春季打来百花香，娜娜手在发抖，大姑娘把这弦拉，哇，真的好细呀，不错，我们再来一根。什么样的绝活表演？接下来给大家要做的是拉彩虹面，拉彩虹面啊！一起来看一下，来。美丽的彩虹人人皆知，也未必人人都见过。而彩虹面又是怎样的呢？神奇的彩虹面制作全过程即将精彩奉献，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绿色的啊。哎，杨瑞啊，那你猜他这三个怎么和到一块儿去撑成这个彩虹面呢？我猜肯定是用手和在一起的。哎，净说大实话。其实呢，三种颜色的面如果打在一起的话，那真的是很漂亮，很美，真的。
我们的生活本来就是多姿多彩的。对呀、啊，今天呢，吃面也可以吃的这么有新意，蘸凉面好吃。哎，对了，非常漂亮。通过我们这个于鹏的这双巧手，让大家知道了，原来面可以这么漂亮。对呀、啊，哇！又在凤凰三点头啊！对，来，我们一起喊。他拉的时候，我们要喊几呀？来，预备啊！预备！一、二、三、四。大家回去可以试一试啊，没事的时候自己也拉拉面。预备！一、二、三。哎，娜娜，你的肚子真的饿了吗？我没有在叫。好了，好了。哎呀！哇！最后的这个动作很漂亮，很帅啊！哎呀！帅呆了，酷毙了！来，我们要这个彩虹面，而且是要放在这个上面吗？超级长啊！好了好了，好，由南瓜、菠菜还有番茄组成的彩虹面出现了。来，听我的口令，预备，开始！不经历苍雨，怎么见彩虹？哦。好漂亮啊，像彩虹啊！而且呢，杨瑞哈，这个祝老师，你们知道吗？我们这个于鹏师傅啊，曾经这一手绝技啊，可以说让很多很多人都很想来跟他学习。哦、是吗？是的，交学费来学、哎。而且呢，在他的这个学生当中啊，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是谁呢？来看看大师。哇、哦，是哪位？给大家介绍一下。好熟悉的面孔。大家看到这个照片呢，是我呢在2002年受美国白宫的邀请，在美国驻华大使馆成功的为美国总统布什夫人劳拉做过表演。大家看一下啊，那个离这个劳拉夫人最近的就是我们的于鹏老师，笑得非常灿烂、啊、对，于老师那个时候看起来比较英俊、啊、不过呢说实话，从这个照片我知道了，面食很养人，你看那时候多么的苗条、哎、而现在多么的丰满呢、啊、对，白胖白胖的。对，同时呢、嗯、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你享受的是总统般的待遇啊，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于鹏。送给我们于鹏。好，再一次感谢来自我们陕西的两位朋友。谢谢。那么本期的沟通无间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对不对？但是呢，很多人说我还想吃面，这可怎么办？还有好吃的，哎，没关系，我们再派出我们的佳佳和娜娜。对，两位姑娘，你们的艰巨任务我要交给你们，继续去给我搜查更多好吃的。哇，还要继续去排令。哎，所以佳佳，那我们就。走吧，风景可乎？等等等等等，向前进，向前进，战士一责任。下一期沟通无限将会有更多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好，本期到这结束了，朋友们，下周不见不散，不见不散。这三个，对对对，聊咋聊？聊咋？我俩，我看见。我讲。